你好，欢迎来到台中市的联强汽车。长期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都会针对车况有相当多的问题。那现在就由我简单由这个零一年的菲利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车况的辨别。那我们看车的话，一定都是从车头的部分开始看起。那车头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引擎盖的部分，这个引擎盖稍微用手去压一下，你会压到一层硬的封胶。那这个就是生产线到现在，引擎盖都没有做过任何钣金或是更换的。因为如果有做过钣金更换的话，那这个引擎盖的封胶就会变成软的。那再来，我们看两侧叶子板的部分，这个螺丝。螺丝的部分如果没有遭受过撞击，没有经由一个拆卸的动作的话，那两侧的螺丝都应该是相当的完整，不会有任何的掉漆跟缺角。那简单的由这个引擎盖和两侧的叶子板，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车子最重要的么字型车头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撞击。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四个门的地方。那门的部分的话，我们一样可以用手去压一下，这个最外层一样有一层硬的封胶，那封胶部分就是代表说这个门也没有遭受过侧撞，那相当的完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后盖的地方，后盖的地方最简单的辨别一样是由这个封胶部分还有两边的螺丝。那经由这几个辨别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车子的板件完整度相当的好。那这个就是二手车一个车况的辨别。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联强汽车的话，对车况上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帮你做个解答。谢谢。